3、2、1，请出场。以后就来了，好丢脸呢！其实很像哦，怎么那么像、啊？好合理的角色，在镜头上看起来根本就一模一样啊！耳朵有没有夫妻脸？而且耳朵可以这样做，我真的觉得很强。你这应该是一件裤子吧？你介绍你们的装扮好了。来来来，我觉得我们的耳朵是最厉害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耳朵跟头其实是一体成型的，就是我买了这个丝袜。然后就是把它穿在头上，然后两只脚呢就把它折成耳朵。哦，哦，对，那个哎，650，假如眼睛睁很大，然后又笑的话，我们来看看豆芽齿眼睛睁大。1、2、3。